曾经为利益放弃做人的底线，公然把欺骗当成谋生的手段，哪管良心道义，哪管人格尊严，只为满足不断膨胀的欲望和贪婪。内心不安挣扎在罪恶的泥潭，无法摆脱这无边的黑暗，生活的富足，暂时的享受，掩盖不了内心的空虚痛苦。人字一撇一捺很简单，要做到诚实守信却难上加难，谁能救我脱离这罪恶的深渊？谁能救我脱离这罪恶的深渊？是神的声音把我带到神面前，如今我能跟随神为神花费，每天读神的话语，心里甘甜，明白真理，做人才有了原则，说话做事不能离开神的话，凡事接受神检查，心里踏实平安，没有诡诈欺骗，活在光明中，心怀坦荡做诚实人，终于活出人样式。是神的审判刑罚拯救了我，是我在神的话语里得到重生，永远感谢神的爱，神的拯救，永远感谢神的爱，神的拯救，感谢神的爱，神的拯救。